戏，以偶像练习生创造101为代表的选秀节目卷土重来，由观众打造国民偶像的口号又重出江湖。其实湖南卫视算是选秀节目的鼻祖，当年超女快男掀起的追星浪潮算是不可复制的辉煌。其实比赛所带来的光环和荣誉都是很短暂的，曾经在超女快男的比赛中一举夺魁的选手现在又发展的怎么样呢？2004年超女安又琪，当年的安又琪顶着冠军的头衔踏入娱乐圈，凭借你好周杰伦小火了一阵，只可惜同期的季军张含韵活泼甜美更受人喜爱，对于安又琪公司并没有下功夫去包装和经营。现在的安又琪从面相上来看好像整了容，甚至出现在了地方台的相亲节目中，与男嘉宾的互动时留下了心酸的眼泪。2005年超女李宇春可以说是历届快男快女中发展的最好的一个，国内国外皆有人气，且一直居高不下，除了音乐还涉及综艺、时尚、影视等领域，二度担任戛纳电影节颁奖嘉宾，近日还在《明日之子》中担任美颜赛道星辉官，宣言炸毁电阻的赛道，并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，绝对的实力与运气兼备的人生赢家。2006年超女尚雯婕，当年尚雯婕的画风基本上沿袭了春哥的路线，但现在的她展现出了独一无二的风格气质，创作的歌曲也极具个性，神秘诡异又有着致命的吸引力。如今的尚雯婕知名度还挺高，上过《我是歌手》，还经常被邀请做评委，担任中法文化传递大使。2009年快女江映蓉，这一届大家似乎只记得曾轶可、郁可唯、刘惜君，而冠军江映蓉和亚军李巧云竟然都神奇地被忽视了。如今的江映蓉基本上没什么存在感，当时很有辨识度的长相也被质疑整容，没有什么大型活动，只能偶尔参加商演一展歌喉。2011年快女段林希的夺冠本就备受质疑，出名之后更别提什么代表作了，加上当时选秀和歌唱事业逐步衰落，即使发新歌也很少有人关注，而且新的造型也真是一言难尽，审美似乎还停留在非主流时代。后来的他在录制《奇葩大会》时也讲述了自己对一夜成名的迷茫和苦恼，为了生存只能选择赚外快，偶尔接一些小商业，还在朋友圈做起了微商，买了牛肉干和玉石。2016年快女圈九湖南卫视把播出平台从卫视转变为网络 TV， 导致这届比赛的热度大不如前。